个难关哦，考验那个林月平，他要先解决掉了林志胜，结果这个球在中外野方向，好远，出去了，这真的是难关。结果林鸿玉也打了一支追平比分的全垒打，林月平的救援失败。哇，都用全垒打来追平比分的。哇，这两队的比赛精彩就在这个地方哦，有非常好的长打能力，这说照彪哥是最对的。哇，结果是高建三的胜头飞掉了，双方6-6平手了。结果林月平这个门呢，过了林志胜那一关，结果林鸿玉这一发全垒打也是他本季第14支的全垒打，现在只有落后高国庆一支。哇，前面四